53岁朱慧珊，85年参加第一届亚姐而出道，亚视同无线都效力过噶。咁多年嚟，主要都系做主持。去年佢重返亚视主持节目《香港追击手》，节目喺亚视同奇妙电视都有得播噶。朱慧珊喺2008年下嫁富商贾君鹏。有報道指，賈君鵬除了有過億香港物業，內地有北京四合院和上海豪宅，有全身家至少有5亿啊，所以珊姐生活無憂的。這天我們就在時代廣場撞到素顏戴眼鏡的朱慧珊，你是不是很好奇為什麼我們會認到她呢？因為她的招牌齊音冬菇頭咯，她 keep 了這個髮型很久的了。當日她一個人在 City Super 買東西，見她選了兩盒每盒158元的西班牙士多啤梨，他揀咖啡粉都揀了很久，最后揀了一包78元的混合滤泡式咖啡，之后又去了买调味料，买了一支64元的伊势酱油。他推住架车仔行嚟行去，慢慢揀慢慢行，一啲都唔赶时间啊。买买下嘢，他就停低复下信息。临去俾钱之前，仲喺蛋糕店度睇咗10分钟蛋糕添。玩了40分钟才离开，这么悠哉悠哉的生活我都想过。